里面插一枪，喷了一枪。 啊！一楼房间里，张德森。怎么走你们呢？在哪儿啊？他就在一楼，我他妈听到那个脚步声，听错了，对面一楼的那个这个角落，屋里。 喷子呀！我操！我以为我听错了，我看你们都走了。还好我捡了底，想捡脚下那个可乐。我操！我低了一下头，我说是。爆点，张德尚，你说。啊！都脸上。哪儿这么细节？ 哎呦我！傻，这个妹妹一直在说话。一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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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张老师，完了，还一滴张老师，刚出一个，打你们是吧？ 这个，这不死啊！下一把喽！下一把呗！下一把喽！